越来越喜欢你，我怎么没感觉到？ 你喜欢这里吗？嗯，很喜欢。这里凌晨了，还等我痛醒着。看着那些从小格子里偷出来的光，你就会知道，这么晚了还有人陪你写好。我那些辛苦，就算不了什么。我也喜欢这里，在这里，我能看到原本只活在于设想和策划里的梦想，却在一点一点被实现。它让我觉得。 只要我们每个阶段拼尽全力去追梦，就一定会有收获。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我们输了呢？你会怕吗？想过，你害怕过，但是很快就想通了。想通什么？ 纸飞机，我把它折完，然后用力飞出去，它的流线和力度这两样我都没有错。至于它会飞向哪里，就让风决定吧。也对，我相信我们的实力，也相信评委有基本的判断力。如果看不出谁是原创，谁是抄袭，那我们参加这个创投会就没有任何意义。 做好我们该做的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觉得越来越喜欢你了。我怎么没感觉到？ 现在呢？ 就感觉到了那么一点点，能不能多来一点？感情要细水长流，慢慢感受。诡辩。